谢谢灵异神推的带你去流浪。哎呦，还有好热哦，我觉得现在这天气已经可以开冷气了吧，快热死了哦。但我刚刚还盖两层棉被，我觉得我真的厉害，我厉害，叫我神。如果有那种什么零零冷知识的话，我一定会有很多关于我的冷知识。
啊，我觉得已经可以穿短袖嘞。已经到可以穿短袖不带外套的天气了，但是每天我早上我就会自己体感温度变冷，然后我就会带穿超多，然后结果到学校超热。但我比较怕冷的型嘛，就是我怕冷，所以。没办法，我就刚刚还是盖两层棉被，而且超厚的哦。我的那个棉被是真的厚哦，还毛的哦，毛很厚，然后又是厚的毛棉被，然后盖两层哦，个就是一个疯子。很热，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改掉这个，我真的超疯狂的。我觉得我今天晚上应该很晚睡，因为我刚刚睡很蛮饱的。我刚刚直接睡到不省人事欸，我刚刚起来的时候刚好是51分左右嘛，40几分左右。然后我看了一下手机，哇塞，我刚完全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，就我醒了那一刻，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刚在睡觉，就知道我睡多入眠。这是我的睡衣，我睡衣通常都可以穿到2-4天，就是3天到一个礼拜，所以就是对，这是我的睡衣。下个没有就回来，放学回家吃完晚餐就睡。我一定会起来啦，只是早起晚起的问题而已。对啊，你们要看吗？那里海绵被很厚哦，超厚的，真的。好花，我你们看过吧？就之前蓝色那条啊，蓝色，然后粉红鹤那一条，我现在就有点流汗，因为很热。哎，拜托，我吃完饭6点多那空档，我可以干嘛？在那就睡觉啊！我今天考完试哎，各位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是。因为你可能有八十几跟90几，玲玲已经算准时了，认真，我觉得我真的超糟糕的耶，认真，我已经算准时的话，应该是来爆料吗？原来是考试庆祝加播，不是我加播是因为上礼拜公演，然后有就是练习什么，直接一个没时间，然后就跟姐姐说我就先取消，然后加播到下个礼拜这样。放心，我礼拜六会再带妆了。我现在还是有化一点妆，不算这次你很多时内是，你很多十分钟内开播哦。但是我有时候迟到的是因为就是，现在遇见带你去浪都是因为练习，回家的时间有时候会 delay 到，就不是故意的。有时候就真的是睡觉，有时候真的就是来不及，有时候就真的没电，就是很多。直播很多突发状况，你知道的，没有办法预测的突发状况。如果要让我选择一个礼拜然后要播的话，我一定不会固定在8点半，我一定会就是临时。我现在就是想播 ，right now， 我现在刚好有化妆，就是固定。不固定啦，讲错了，不固定。然后现在我就是 right now 想播开播，然后开播满2次这样子，我就觉得说，哦，我不会这么有负担这样。但是你不会一直改啊吧？就是你不会想要改就改啊。对，突然想播就播，有时候多开了我就想改想播的那种感觉。我是想要这样子啊，但不知道。他们可能想要统一规则来，就是不会。你们知道现在就是网络一个时代吧？你可能现在在通勤的捷运上面，然后在公司的下班时间、午餐时间，然后放松时间、等车时间，什么任何时间都在滑手机，
现在这时手机时代嘛，你滑手机都会看到通知嘛，叮咚，浪 life， 你的直播5万0一开播，就点进去，你不管现在在哪里都可以带个 AirPod 这样 ，AirPod 对，然后就这样看，挂听也好，听听也好，都叫看，都叫听，你反正就是你就是看到听到，你就是会知道，看到听到就是会知道。想播就播很开心啊，我现在就是想播，我现在就是不想播，就可以不要让每次让粉丝看到的状态就是我现在就是非常的 tired 或是大家看起来很 down 这样，每次开播都是开心的状态，因为都是你想开播的时间，哇 perfect， 上课你自己为自己负责，你现在上课虽然但你还想看，你就是必须要承担起会被老师骂的责任。像我现在就好热，真的好热哦！我觉得有点不想吃这个面的。我就要洗头。你有验收？我吃饱啦，可是我阿妈另外在煮的。我吃锅贴，可是我阿妈突然另外端这个给我，我就只能吃啊。我去拿一下水，等我一下。好热，都没关系，你有来看我就很开心。我觉得我从来就是不会要求粉丝说要加票什么，开很多部这样，从来没有强迫，也没有我也没有强力推销。虽然我觉得这样不太好，但是。就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样不太好，可是我就是一个这么佛系的偶像。各位，我跟你们说，这包是我每天带，我每天必带在学校，就是每天必放在学校的书包里面的东西。你知道里面装了什么吗？装什么？你知道里面装了什么吗？这是衣服。它从我上学期到现在都还没有破掉，我觉得非常之厉害。它是一个防尘袋，它是一个 MK 的防尘袋 ，MK 八八防尘袋。然后呢，它就是里面会放着我每天可能培训要穿的衣服，这样，因为不可能穿便服去学校嘛，就是可能要换衣服。就我来告诉你们每天的行程。来，如果没有迟到的话，就是早上起来，然后准备整理，然后我会在早上的时候洗碗，然后
那个别针是因为我要别裙子，我就会怕忘记，我就把它别上去，然后我就会在早上的时候洗澡。对，基本上会在早上，有时候会在早上的时候洗澡，然后洗碗啊，然后如果在早上的时候洗的话，我会四点半起来。但如果因为我吃学校统餐，所以我需要洗便当盒，对，我就会开始洗便当盒。然后如果是要在早上洗澡的话，就是晚上太累直接睡着的话，我就要在早上四点半起来洗澡。但如果哦昨天晚上没有很累，我洗了澡才睡的话，那我就会五点半起床。但现在可能会调整至六点，说不定，因为我觉得我动作好像有变快。然后我就会五点半起床，然后整理东西，六点半出发，然后出发七点多到学校之后，应该是一整天的上课时间。然后一整天的上课时间呢，就会非常之的可怕，就一直疯狂的跳舞，一直疯狂的跳舞。国标，我们学校跳国标，国标现代，国标现代，国标现代。然后上学期还有瑜伽，这学期已经没有瑜伽了，国标现代瑜伽这样。然后还有 hip hop。还有女舞，超累哦，超累，一整天就是整个跳舞行程。家里离学校非常之远，遥远，超远。然后我回家之后，如果是要直播的话，我就已经累死了，我就已累死。为什么不会跳 hip hop 是很基本的，就是那种男舞，就是我其实会跳男舞的，所以那时候 rumor 的事情，我觉得我跳的挺好的，自己讲，只是风格，只是就是没选我，但是其实我跳的挺好的，这样。就是我都会跳，但是如果要说喜欢的程度的话，我比较喜欢跳女舞，所以对。所以我都没有读书啊，我们学校是高职都不读书的啊。哦，会啦，通常像现在这样断考时期，我就会利用早自习的时间。会用早自习，或是自习时间。像我今天在自习课的时候，狂背了两个 Uni 7跟 Uni 8的所有选择题。因为高职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读了两间高职，高职私立高职的段考是已经给你答案的，就已经看科目，但有些是已经给好你答案，你只要去背就好的。就今天我们考了艺术概论，是老师已经发好模拟卷，然后教我们背好他所有考题的选择题答案，基本上看选择题答案就直接知道是哪一个，就不用在里面去猜，就不用去想，就是私立高职都有这样考试的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就是有时候老师都会直接呛我们说，都给你答案了还考成这样，我就觉得你们蛮厉害的啦，这样。对啊，都背题库，所以就没有读书的问题，所以我英文都考八九十啊。老师很轻松没错啦，但是也会很挫折，就是怎么没有人要听我讲话这样。可是通常遇到就，可是都已经英文就算已经给好你答案了，还是有人没有去背，因为他们就是下意识觉得自己不会念书，所以就直接不会去看学科。但我就是还是会去背，因为我知道他考的题不就是那些。
我都只是因为我都只是因为我都只在前一堂课的自习课背啊，所以没有办法完全的背完，就是我还在背，我连句子都背好了，句子都是背好的哦，片语也是背好的，都背好了，因为我很会背嘛，我那个短期记忆很强。因为学舞蹈的人短期记忆都很强，你知道，有时候上课堂上面老师编一小段舞，等一下考试你就需要马上记得。我是属于临时抱佛脚型的，而且我很喜欢在前一天赶好作业。像我昨天就是在一个小时前赶好作业，在十二点前赶好作业，但是还是被老师推了，因为老师说要以第一人称去写。管他的，反正这次改这个东西，我可能要等到这个礼拜结束我才会给他，就是六日结束才给他，这样，反正至少逃离会被骂的苦的窘境。明天要验收，没有啦，学校的，我敢跟你们说，一定都是不是公司的事情啊！我没有这么笨，我不是那个笨蛋，虽然有时候真的很笨，但我没有笨到这种程度，好吧？不会进来，就是很久了还会出这种包，不是啊。谢谢林神推的带你去流浪。我觉得我今天应该会洗澡吧，对，我今天会洗澡，因为我今天有化妆。嗯，看不出来吧？对，我有化妆哦，不要以为我没化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看起来好暗哦。我只是觉得你期待有上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？对啊，为什么是灯光的关系吗？我今天明天有化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可是我现在刚起床吧，不知道。欸，我都不修眉毛的，而且我也不画眉毛的，所以他就一直长这个样子。哦，是谁住在深海的大风里里？没有啦，我契丹巩固。遮瑕算吧，遮瑕很重要。我如果要我就选一个不能没有的妆容的话，好像是怪怪的，我会选择遮瑕，因为我黑眼圈非常之重。
不会，高职老师不会要求背单词。高职没有作业这种问题，因为像我们表一科，我就拿表一科来举个例子好了。表一科的作业通常就是排练，别人都可以放学回家，你就是要留下来排戏。现在已经考，你看高中现在已经爽爽过嘛，因为填了志愿之后考完试了嘛，疯狂请假。但高职不行，高职还要毕业制作，高职还要统测，高职还要毕业制作。哦，感觉好累，非常累啊！零零的一天，要不是因为学校不能用手机，不然我已经拍个 vlog。可是高职就没学校念啦，就念烂科大，哎呦！学校最近在忙毕制啊，然后公司最近在忙什么？公演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公司忙的事情忙一段落的感觉，可能是因为前阵子都在练那个手牵手吧，然后初日结束之后就觉得好像松了一大口气这样。但我们礼拜一要去一间科大参访，东南科大。哎，东南科大你们有听过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私立科大都很像，就是私立高职的，就是直升上去没有问题。我超怕我自己变这样，希望不要。没有，可是我不是自己去的，就是我们是需要去参访，就是跟着学校去，所以我不是自己去。然后我旁边就会有很多同学，我不知道哎，那东南的老师一直叫我去他们学校，说他们学校女团很棒什么的，我没有喜欢东南啊。又没差，我是真的觉得没差啊，就讲啊。不知道，超多人读那里，学长姐读那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。我不真的超怕我自己，就如果别人问我说，结果你最近上什么学校？我刚才说我那么努力，结果我还是上了什么课？上了就是出生就能上的学校，我就会觉得，你只要会呼吸就。然后我们老师超坏的，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说，不然你们就是去那天那些会呼吸就可以上的学校啊，这样好烦。会呼吸就能上的学校，就是简称，我就不会读书啊。如果我会读书的话，我就不会选择高职了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学校超 crazy 耶，然后辅导师就是整整给我们的高三一整整整一个礼拜，然后去了5间学校耶。我也觉得，我想要先 P
拼个事业，拼个事业。没有，因为现在学校太好上了。我也觉得享受青春重要。我高中直接一个没青春呢、欸，有啦。我现在转学，我觉得我过得很开心。然后我们今天，因为我们老师面临招生窘境，然后是遇到带你去，然后我们老师面临招生窘境，然后就让我们写了一个小便条纸，就说为什么我们学校的表演科比不上某某某学校的演表演科这样，我就写，我告诉他，因为我读了两间，我就跟他说，我就跟他说，因为那些学校他们都会很商业化进行啊什么的，他们招生是这样子的、哦。我现在爆料，疯狂爆料，他们招生是这样子的，学生去招生学生，你招到一个，你就可以拿到一个人的钱，你招到一个拿2000，哦，你招到一个人拿1500，你招到两个拿3000，招到三个，就是你招到几个学生就拿到几千分红，就是你招到几个学生，学校就给你钱的，然后那个学生如果提早报名或是什么早鸟优惠。制服是全免或是减半。Oh my god！ 他们就这样招学生的 ，OK？ 他就直接从记忆班拉学生，直接从记忆班拉学生，然后很喜欢搞商业合作，请什么电影宣传啊、网红啊、艺人来学校演讲、办活动，提高知名度，还有硬要逼我们上，他硬要逼我们去 IG 发限动打卡 ，tag hashtag 什么某某某学校。联合什么什么电影公司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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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经纪公司来校，然后来校甄选 ，po IG， 然后大家就有朋友偶像梦想的国中生弟弟妹妹嘛，就看到他们就来读那间学校，超黑啊，就直接一个商业化进行啊，你们知道吗？高职就这样，所以招来的是一些五花八门、各式各样的人，然后结果他们觉得、哦、我们不要这些人，直接砍掉，然后就会觉得哇塞，这学校到底在搞什么、啊？我根本不像学校。非常之商业化，我就是被骗进去的。我就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不喜欢念书，我就去参加记忆班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去选了表演艺术课，我就非常觉得好玩。但我觉得好玩，可能就是因为真的不用念书吧，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拼会考，我就不想拼会考，然后就被骗进去了。然后结果进去之后，我发现哇塞，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子，五花八门的人一堆这样。那是我国三的时候，现在还是一样啊，各大科大学校来找我。来骗我进他们学校，来考他们学校，我已经被骗过一次了，我不会再上当。大学我真的就是要好好思考，我不会再像国中一样不知道在真的在干嘛，浪费一年的时间，没学到东西。然后我就写那便条纸给老师看，老师看到一定会傻眼，因为我写了整整两面哦，老师看到一定会就傻眼。我还后面写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转学。的原因，他说：“虽然我们学校招生不好，可是我们学校比较像学校。”我就这样写。他说：“我们学校就真的是学校。”我就这样写。那其他学校不是，就是商业化进行，就是一间公司，不是学校。我就因为现在我学校很小嘛，然后各个主任什么都会互相认识嘛，然后我已经就是，对啊，就学电呢，就是你只要小钱就可以拿到文凭的那种，然后我就跟每个教务处的主任什么都混得很好，都很熟，什么教学组啊、学务处啊，我才开学没几天我就开始已经混熟了这样，然后就有个主任超喜欢我的、啊，然后
我好像讲过吧，在彩排的时候还跟我老师提到我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跟那老师聊了整整一个下午，我就直接被老师找过去，然后聊了整整一个下午这样，然后就跟他聊说，哦，我是以一个转学生的身份，我真的觉得我们这间学校好棒，我们这间学校真的太像一间学校了这样子，我不知道什么我之前会长那样子，然后发现一下我原来不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他说对啊，很多人从我们学校转走都好怀念这里哦，都好后悔，说这里真的很棒哦，好后悔转学哦这样，然后我之前在前一所学校的时候，他们说哦，好多人转去南华、啊、什么的。我都好后悔哦，没有继续在我们学校念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对怀念起上一个学校，但我是例外，我觉得我现在这间学校比较正常。就至少会开平是要倒吧，我听老师说好像开平要倒，就是那个餐饮课很强的学校，啊，我们现在看电视烦，没关系，我不管，就至少有科系是强的，像这样，啊，疯掉。但如果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我现在变成这样子，我在那一间学校会长这样什么样子？我觉得可能是还是有差、欸，因为我一知道自己不能再浪费时间，所以我就现在比在之前那里更认真。我觉得也可能是也可能是我那时候的心态导致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好，所以也有可能不是学校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但我觉得都有问题啊，就是个人的因素跟环境都有差。但我要买饮料啦，只是我现在没有喝，我先喝水，我下播再会喝。但我是一个不喜欢上学的人，但我指的不喜欢上学是因为就是我没有办法每天做一样的事情，我想念服装设计啊，想念啊，是因为演艺工作才能发挥我才能，所以我每次在工作的时候都很开心啊。我之前还有一次是就直接没有去学校考段考，就直接在选择在乌美彩排。好，有多多人因为学业所以暂停或是请假或是不来练习或是工作，我反而是那种我宁愿选择我现在的工作，我也不要选择学校的。所以我才长这样啊，所以就是我看我多热爱我的工作，就算我握手会，就算我什么合照会不是人数最多，虽然我粉丝人数也没有很多，虽然我也没有什么被公司看见，但是管他的，我喜欢我的工作，你们不觉得吗？你们没有发现吗？就是看我没有暂停过，然后我也没有因为学业突然。
除非是考试，真的重大考试，学测那不算的话，就没有因为小小段考，就是一些小小学校事情而没有去公演，或是推掉工作。但是我粉丝还是很少，因为他们，因为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没有办法，就真的没有办法比较的。我在抖音上面看到一个影片，很有意义的一个影片。但考没考，学习成绩不会不及格吗？就是就零分啊！我宁愿就这样的。我那时候撞到头吧，我那时候觉得没差。我们这次断考也有人没来啊。那就是没分数这样。现在凌晨他在带你去流浪，是一颗牙齿。一颗牙齿一直吃糖，结果那颗牙齿蛀掉了，然后蛀掉之后它被换成金牙了，然后旁边那个牙齿看到就是说，为什么它可以就算一直吃糖还是变成金牙？他觉得他输了，他就开始自己里面就是吃糖，因为一开始那两颗牙齿，一个牙齿一直在刷牙，一直在维持自己的牙齿健康，然后另外一个就一直吃糖，结果那个吃糖的就带上金牙了，然后那个一直刷牙的人就看到就说，为什么你会有金牙，而且你还一直吃糖，然后就一直吃糖，觉得自己好像总有一天也会被带上金牙这样子。结果他没有，他被拔掉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有些人就算他们再怎么努力，就是没有办法跟那个人一样得到相同的回馈。可是那个一直好像看起来没有在做什么事情的，反而得到比那个一直在做很多事情的人回馈。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可怜的人，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可怜的人。艺林也是念，就是我说的那科大，可是他都可以学，他都可以在那些学校过得很好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个人问题啦。你看，像艺云。老派什么意思？成熟，他的确，他的脸型是长长的那种。他本来就也没有不太也，他也没有很大，就是他刚好他是处在一个很微妙的年纪，20岁。说大也不大，说小也不小。那我呢？我比较适合演那个偶像剧，是三立偶像剧。我是三立偶像剧，一零是明视八点档。演悠悠台，对啊，我搞到很像是要去演萌学园一样。
就意林感觉很积极。因为意林他年纪比较大吧，而且他是有想要走这行的。我不知道我觉得意林有点赶鸭子上架。我觉得三集都给我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感觉，我每次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很可怜。因为我们二集生出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就是二集生一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我们有很有技战力嘛，可是三集感觉就没有啊。因为我记得我陪他们跳一秒的时候，我自己是跳错的啦，但我陪他们看跳一秒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比我们二集之前跳的好，就只是多了比较多的活力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整体就是怪怪的，就我加进去就整体的，我看他们这样就是怪怪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哪里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们不太会跳舞，踢足的三期是谁啊？我忘记了，我很抱歉，我忘记了。很多人都说二期很强欸，有吗？意林还好，因为我觉得意林跟我的型不太一样，意林偏吵，意林话有点多。哎呦，这是流鼻涕耶。好闷哦，我刚忘记开窗户了，难怪那么闷。然后不是要放假了吗？然后我们就是直接从31号是礼拜五嘛，因为我们学校有补假给我们一天，因为我们去看 HBL， 所以就是我们全校被叫去看 HBL， 所以他们就补假给我们一天，就从星期五一路放到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、星期一、星期二，这样一路放了整整5天还6天的。就
学校给我们票去看 HB 的了，然后还还我也给我们一天假，这样很棒哎。因为我们学校也有去比赛啊，我们学校是 HBL 常胜军。哎呦，但蛮烂的，虽然是常胜军，说起来很强，但其实也蛮没有很强。没有。但是他们有去跳舞啊，在小巨蛋跳舞。小巨蛋欸，我还没有去小巨蛋表演过，他们就去了，我同学就去，他们当开场嘉宾，他们跳 hip hop。虽然我觉得在球场上就是要看女生跳啦啦队啊，但没有办法，我们学校没有啦啦队。所以我是有去球场看过球赛的人，我不看全垒打，我不看棒球啊，我篮球看，但我不看棒球。你们有机会啦，应该会看到我去当啦啦队吧？有机会啦，有机会啦，之后再说。我想做的事情之后就会看到。桃园云豹不太好吧？那么 sexy 吗？会想进哪个啦啦队吗？不知道欸。其实我知道啦啦队也没有很多。保护这云豹才保护起而已吗？云豹很 sexy 吧？李多惠不行，李多惠还太顶了，太天花板了。哎，你们懂哦。那 Angels 呢？那你看梦想家应该不该看？我去，我等下去查一下。乐天感觉是可爱型的，乐天感觉就是乐天。最好是啊，加速感觉是漂亮女生都看的人，好不好？不管看哪一个东西。我爸也没有在看的、欸，我以为我爸会喜欢看这种东西，因为我爸会看球赛啊，我爸超爱看棒球赛的，我爸有时没事就在那看球赛，他一定很懂吧？还有中性，真的，乐天本来要经营成女团，哎，我觉得林湘超漂亮，哎，就我这样觉得嘛。虽然林湘很多男女生都不喜欢，可是我很喜欢哎。You are raise up, hands your hands up.呜哇哇！哦，我爸说林湘，我也喜欢，我的菜耶！快退去外壳，得行神明了，嘿嘿嘿！我会唱哎，表达自我，得，我哎、欸，那个真香都是从他名字发起的，现在。大
那边淋好香好香，就淋香啊，就是因为淋香才加在那边好香好香。哎、欸，大家哎、欸，真的超红哎、欸，连我设计科老师都知道他、欸，设计科老师一个只会去关注这种东西的人，他都知道了。我说、欸、老师你知道林香吗？我说知道啊，大家不都说他很香吗？我说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广告打很凶啊。我没有，我就刚好最近有听那一首歌，好不好？最近刚好听，好不好？十元的怕人多哎、欸。还有那个啊。我们是副帮韩江，你想怎样？我真的没有看，好不好？我没有看，超好笑。这我觉得很有趣，我去查了，最近查了一下他们这个领域到底在干嘛，但我觉得很有趣哎、欸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办法啦，我没有那种身材，拉拉队感觉就是要有点肌肉，然后有点马甲线，有点事业线，有点马甲线，然后有点深 V， 然后那个腿有点肉，有点线条，然后那跳舞要很有这样很有力的那种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就没有线条，我没有肌肉，我也没有事业线，我也没有马甲线，我也没有大腿的线条，我也没有办法这么有的活力跟 power， 我没有办法。我知道圈圈，我还叫懒懒。我要炸裂陈子豪，一集炸裂陈子豪，我最爱这个小朋友，我最对啊啦对啊，我是舞蹈很重要啊，但啦啦舞还不知道，还不知道，感觉不太一样吧。世界名曲很红啊，但谁不知道，超级红。他们的舞蹈又不难，就是这样子，不难吧？就是要去记而已、啊。我为什么要问祖祖意见呢？只因为最近太常看到他们新闻了。啊！好烦哦！哎呦！不是，十元不是我的目标，我目标是，那我想一下，我喜欢哪一个？
有林湘的身材，因为没有她可爱的脸蛋，我也没有她那个可爱的笑容，跟她很会很有魅力的个性，李都会没有她那样的身材。李都会的舞蹈可能可以，可是 舞蹈的话可能可以，但是身材没有办法。舞蹈可以练，但是身材就是很难改变。气质比他好很多，比谁好？有吗？我他名字那么可爱。拉拉队来说，哦，我也很喜欢他，他皮肤超白的，漂亮。可是秀秀，她真的很漂亮，她皮肤真的很白，而且身材也很好，跳舞也好看，个性也好。懒人哈，太难了啦！我走我自己的路线。气质哎，很少看到他那么有气质的人。我没有好不好？我都直接在直播上洗鼻涕了。超小嘞，超厉害！我不知道哎，我觉得我的，我觉得我的，什么？粉红色感觉像什么什么鼻流鼻血耶，哎呦，有看哦，有在看哦 ，Free Plus 有在看哦，有在看哦，有在看哦，笑死！有我 real 吗？一定没有吧？我直播是最 real 的那种，你看我都敢直接素颜直播，我今天没有啦，之前。好，我不会生气。谢谢小子的文手礼。好烦，我觉得那首歌真的好洗脑。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还好，第二次听的时候觉得还好，第三次觉得，应该是觉得听的时候觉得，怎么越来越洗脑，很烦。
么11月24号出生的人很少？为什么？有吗？也没有吧。也8月10号出生的人也很少啊。我要先念榜，我要10点关播。第一名是玉，第二名是李宁神推，第三名是修哲，第四名是吉米周，第五名是小紫，第六名是光泰，第七名是 Free Blast， 第八名是慧慧，第九名是陆婷，第十名是自伟哥。大过敏，傻眼！哦，怎么办？我要先观摩，我的鼻子快承受不住了。有成员跟我一样会有这个困扰吗？稍微有，不是啊，哦哟，我觉得我最严重吧。太快了吧，我8月，现在才几月？现在3月。好啦，谢谢你们大家体谅我的过敏。啊！我要先下播了，拜拜。可以粉你头发，真的假的？我爱加速。Love you. Love you. 谢谢谢谢，太感谢加速了，拜拜。还要在关播前给我一个惊喜。没关系，只要是有心都可都开心，好不好？有心都开心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